才来呢，我都饿半天了。那不是因为咱家小伙伴想你挑战一日三餐只是桃味的食物，而且呀、他们还说了，只要咱们能做到，他让全校的同学都给咱们点小心心。那还等啥呢？安排早上起床，我们先给小胖来两个水蜜桃雪媚娘，再来一个水蜜桃果冻。咱们给小胖来一碗林家铺子的糖水黄桃罐头。这黄桃的个头确实不小啊。啊，要我说呀，还是你会买东西，这黄桃罐头确实比我之前吃的好吃。那是当然了，这可是林家铺子的糖水黄桃罐头，人家这个黄桃啊都是来自于北纬39度人家自家桃园生产的桃子，而且啊你看这罐装包装啊，既好吃它又方便，这里面的糖还是阿拉伯糖，你看别看它叫糖水罐头，但是啊它热量特别低，还不发胖，给你吃最合适了。这么好，瞅你那样，这好事啊才刚刚开始，人家林家铺子不光有糖水黄桃罐头，还有午餐肉呢。没有，哎，那可不行，这午餐肉啊是我给自己准备的，你呀、只能吃罐头。好吧。到了晚上，给小胖来一盘白桃乌龙夹心饼干，再来一罐水蜜桃汽水。哎呦我。今天真是甜蜜的一天呢。